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气绝之里面，责罚第一条啊，包括的范围非常广大。无论在世间法或是在出世间法啊，纵然我们啊在这个一生当中啊，比如求学工作啊，都应当啊要慎重的选择。啊，读书学校里面有那么多的科系，社会上有那么多的行业，都要有智慧呀去选择。选择的标准，佛法里面是给我们一个启示，要鉴别真假。要选真的，不要选假的。啊，那么我们把真假呢，啊，换一个名称，我们呢，要选善的，不要选恶的。我们要选择有利于众生，有利于社会。绝不能选择这个伤害众生、伤害社会的啊，这样的选择才真正能达到断恶修善、积功累德啊。从我们的生活、工作，一直到处事待人接物啊，要善于选择啊！现在人讲的时候，要懂得抓住机会啊。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，就是缘，要能掌握到缘啊。殊胜的机缘是很不容易遇到的啊，机缘现前。你若不能够掌握啊，刹那之间就消失了，以后再希望有这个缘出现呢，那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。所以机会一定要抓住啊，绝不能够轻易把它失掉啊。啊，修学法门也不例外啊，要抓住学习的机会，学习的环境啊，我们才会有成就啊。对于修学的法门，那就更应当慎重去选择啊，一生当中专攻一部经。做专家不做通家啊，这个专到某一个程度之后，确实他就通了啊。古德常说一经通一切经通，一切经通之后还做专家不做通家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大慈大悲，给后学做榜样啊！不要让后学看到，哎呀，你是样样都通啊，啊，样样都讲啊，为什么要我讲一样啊？他就产生怀疑啊！所以为后人做榜样呢，这叫大慈大悲
啊，这个例子我们在华严经五十三参里面看到了。五十三参任何一位善知识，实在讲他都通了。善财童子何必要去访问五十三个善知识，一个就够了。那其余善知识那些本事他都会呀，他为什么不讲啊？我只给你讲一门，另外那一门你去找那个人。为什么呢？个个视线做专家，不做通家，用意在此地啊。那都是化身大师啊，都是佛菩这个古佛再来的，哪有不通的道理啊？啊，事出世间法全都通达，你看看他试验的只懂一门。啊，这其余的那我不如某个人。啊，这些话的含义，这个真正含义在哪里？我们要能体会到，我们才能真正学到东西。啊，所以人家这个思考，都是为利益众生、利益后续。啊，绝不图自己方便。啊，自己的学生想什么我就教你什么，我何必叫你到别的地方参学呢？啊，他用意究竟在哪里？啊，我们一定要懂得。啊，除非在不得已之下。啊，我们同学当中发心想学其他的法门，真的找不到人教。啊，这个叫逼着没有办法。如果这个法门现在这个世间还有人在教，教得不错，我们就不教了。啊，就介绍他到某个地方去参学。啊，这个诸位要在高僧传，啊，在中国过去啊这些山寺啊寺院的这些历史里头都能看见。啊，学人来参学，啊，见了老和尚之后，老和尚跟他讲，你的缘不在我这里，啊，你到某个地方去找某一个人，啊，他到那里住个三年五载，真的成功了。啊，开悟了，正果了。这老和尚有这种本事，啊，指导他到某个地方去学，他能成就。在他那里，为什么不能成就呢？啊，这个里头许许多多的暗示，我们都要懂得。啊，实在不得已呀。那就是另当别论了。啊，那么最近槟城极乐寺啊，日恒法师想办这个楞严专修班，他在中国找了20多位年轻的出家人。啊，想来找我。啊，李居士前天来给我谈，李洪根居士，我给他介绍啊，明山老和尚要到此地来讲楞严经，预定3个月讲圆满。啊，你们开楞严班，那正好请他，太好了。啊，他要不能到槟城极乐寺去了。你们20几个人到这边来学，到这边来住3个月，啊，好好的来学这部经，啊，有人讲，有大德在这里教，啊，我们就介绍嘛，
实在没有人的话，那我被逼着没法子了，啊，只好给他再开个楞严班。啊，那么现在是协商的结果啊，正好现在遇到听说，明善老和尚生病，啊，那么到新加坡的日期，不知道是不是要延后，啊，那这个班呢，那我的建议跟我们的培训班错开。啊，我们培训班结业了，啊，毕业之后了，啊，第六届还没有开班，利用这个空档的时间，啊，我说我到槟城去住几天，啊，这法是非常非常的广泛。那学佛那更是要选择，啊，许许多多学佛的人对于佛法认识不清楚，一位迦吉夫兰也是学佛，甚至于现在把法轮功也认为是学佛，这错了，没有这法的智慧，没有这法的能力，啊，人云亦云，那这怎么行呢？啊，肯定要走上错误的道路。啊，纵然会回头，对自己的时间精力也浪费了很多。第三个进觉知，这精进啊，修道法时善能觉了正不正心，啊，不谬行于无业苦行苦，啊，精进这个觉知啊，他词的这个解释，解释得好，就是四个字，善能觉了。啊，这个觉知的意思，啊，知识之分呢，是讲下面七条啊，啊，重点是在这个觉，啊，他这个注解是善能觉了，啊，哪是正行，哪是不正行。正行要精进，不正行要舍弃，啊，所以佛教弟子啊，不修无益的苦行，啊，这个苦行对我们的道业没有真正的帮助，啊，所以佛不教我们修啊，还有一点我们要想到，每个人根性不一样，啊，因此他的那个方法不见得适合我，我修学的方法不见得适合他，关机不容易啊！不但关机不容易，我们自己了解自己也都相当困难啊！认识自己啊！啊，认识自己的根性，我们选择的法门就能契合自己的根性，啊，所以契机切理。
我们出入佛门，必然是会对于各个这个宗派都会去看看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求一个初步的了解。啊，然后再从这里面去选择。选择也未必恰当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不知道自己的根性。啊，看到人家这个法门好，非常羡慕，想学。这问题啊，能不能学得成功呢？啊，如果学不成功，那就是不切机嘛。啊，不适合我的根性。勉强去学呢，决定浪费时间，浪费精力，到最后啊，一事无成。啊，佛法里面讲的成就，最低的水平是要脱离六道，没有能力超越三界六道轮回，不算成就，升天都不算成就，天福享尽还要堕落。啊，这小成就啊，佛家讲小果，而真正成就呢，则是大成。大成的成就啊，是要破一片无明这一份法身。啊，这是大成就啊。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因为在没有学佛之前，喜欢读书嘛。所以接触佛教之后啊，就非常向往教下。啊，在教下最初，方东美先生曾经啊，在上课的时候给我介绍过。啊，佛教里头有两门，是世间非常稀有的学问。啊，一个是佛教的信宗啊，一个是佛教的相宗。啊，信宗这禅宗为代表啊，相宗法相为师啊。啊，所以我既刚刚接触佛教，我对于这两门特别留意。啊，以后我把我的工作辞掉了。啊，那个时候有意思出家，啊，去专攻教下的典籍。啊，我跟灿云法师住茅棚，住了五个半月。啊，灿云法师把净土法门介绍给我，啊，在那个时候，我很难接受啊。我的兴趣不在这上面，那他拿了三本书，要我做扩判。
啊，《弥陀经疏钞》、《弥陀经要解》、《弥陀经圆中钞》啊，这三样东西，我把那个科判搞出来之后，那科判不是我自己的，莲池大师的、藕益大师的、优希大师的，啊，就是从他们注解，把科判整理化成表解，啊，都很长很长一段表解，画出来之后啊，哎，我非常欢喜。我看到这个经典的是章法结构，啊，思想体系，生欢喜。啊，但是还没有意思学这个东西。啊，那么在山上那么长的时间里面，啊，他叫我去看印光大师文钞，啊，这个非常有受用。啊，文钞度过之后啊，对于净土的概念改过来了，因为从前呢，轻视净土，这个文钞念了之后不敢轻视，晓得这个里头是很难的。啊，这个对于这个不排斥了，啊，也有一点信心了，但是还没有发心呢，就学净土，啊，对他比较尊重，啊，知道这不是老太婆教，啊，这里面有大学问，啊，我离开灿云法师，去亲近李炳南老居士。在台中这个慈光图书馆这一段期间当中，认真学净土啊，参云法师修净土啊，李炳南老居士也修净土，但是参云法师说不出来啊，李老师呢能够把这个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，把我们的疑惑断掉了啊，我们才认真学习啊。啊，所以选择法门呢，才能够精进不懈。啊，那我跟同学们说，我到台中学的时候，啊，不是专修一门呐，啊，但是李老师的条件，你这一门东西学会了，才可以学第二门。啊，我学的进度快，啊，学的很有成绩，啊，一个月学一部经。这一部经我就可以上台讲啊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没出家了，我跟他一年三个月15个月学15部经啊，真的是法喜充满了 啊很有成就感了 啊学得很辛苦啊，学得非常快乐啊，真有收获吗？啊，那么这以后就出家了，离开他了啊。出家之后，我每一个月回到慈光图书馆住一个星期啊，这样大概持续有一年多，我就离开寺庙又回到台中去常住了啊，这一住啊就住了7-8年啊，就没有离开李老师啊，发现的离开老师不行呐！啊，一个月一个星期时间不够啊！啊，这再回去。
啊，回去的时候跟他学这部大经，啊，得学楞严经。啊，所以我这个佛法经教的基础啊，是楞严。啊，楞严我也讲了不少遍。啊，确实，这一部经你能讲了，其他所有经你拿到手上都能讲了。啊，华严经太大。啊，所以我听李老师讲华严，我听一卷，啊，一卷就够了。啊，后八十卷华严，后面七十九卷就没有问题了。啊，我都能讲了。啊，而且我讲的比李老师讲的还详细，因为我的时间比他长。这法精进呐，啊，不修无业苦行，啊，苦行是释迦牟尼佛非常赞叹的，啊，苦行是能够降低一个人的欲望，保持道心不退，啊，但是对于我们修学没有利益的苦行，没有必要。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，啊！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一条啊。